盘点抖音上不按常规画画的博主，你最想拜谁为师？第十五位凡哥会星空，用嘴皮子实力带李飞。来了，宝贝儿，今天这幅作品如果非得找一个字形容的话，美，那太美了。你不信你就看啊，画完以后绝对非常的哇塞，绝对哥巴的。咱们旁边先用肉粉色给它定出我们云彩的这个大致的位置，然后上方用普蓝色给它往下过渡，加白色，依次加白色啊，然后淡紫色加白色啊，就在这个边缘给它揉，哎，转圈圈，就这么揉，哎，你就揉就行了。有宝贝都说干哈呀，你浇蒸馒头呢，搁这揉面呢？不是，那什么，我就是强调一下手法，哎，这个专业的手法，哎，揉揉大法。底色揉完了，到关键的了啊，先拿一支圆头笔啊，蘸浅色画上边，再用另外一支笔在后边揉一揉，你看看这个小层次，哎呀，信手拈来，拿捏死死的。就这幅作品啊，就到目前为止，你大概已经可以在馆子里头看见豹子了，看着吗？大致能了解它的好看了。下方用淡紫色。紫色加上普蓝色，哎，给它做个过渡，然后把我们的海浪的这个水波纹哈给它画出来，哎，这个水波纹呢就是近处的宽一点细一点，远处的呢细一点密一点，然后在中间给它画上高光。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啊，波光粼粼是怎么表现的，就是这么点点，哎，远处点的密一点，近处呢点的细一点，然后在有的点里头哈就给它画上小星星的感觉，哎，你看看这个波光粼粼，哎呀，你就这么好看的作品，你不点赞收藏评论一下子呀，你评论个标点符号也行啊，来都来了又不费电。话都说那么明显了，家人们快点赞关注走起来，接下来请王大超会师带你们收个美女老师。叔，你看我这是在学校乱泼乱画吗？我画完了。这是你画的？是我画的。咱学校宋老师在吗？就那个漂亮的舞蹈老师。你要干嘛？我要把他衣服弄脏，然后画个画。瞎搞，那个是老师。你放心，我给宋老师很熟的。哎、宋老师，宋老师。是啊，这不是我们大网红。哎呀，我哪是什么网红？哎呀，我只是个手艺人。哎，怎么回事呀、啊？我以前上课没罚过你吧？啊、我给你画个画。哎呀，你画的都是些新潮玩意儿，你觉得我会喜欢吗？怎么不会、啊？老师，你也有童年的呀。哦，老师，我知道。等这一万次检讨吧。啊，你先把衣服给我。你放心，相信我。老师好了，你试一下，试试。哇，上都是新手。真是皇上守护你。小小年纪油嘴滑舌，走，食堂带你吃饭去。家人们，你也想和这样的美女老师吃饭吗？快乐七十二变，专业化别人老婆二十年。粉丝说要看看灭霸的老婆，他一定要拥有霸气的下巴。接下来画画脑袋上的毛发，再画上眼睛，炯炯有神，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怪物的气魄？再来一个迷人的大嘴巴。作为灭霸的女人就需要强壮，她拥有自己的新手套，嵌着爱心宝石。摇摆的迷你裙子，穿上战靴准备出发，时尚的海蓝色，接下来颗美人痣，这是灭霸送的金星来的金耳环，给他来个社会人的标记，稍加修饰，准备好辣眼睛了吗？不愧是灭霸的老婆，美丽与众不同。接下来是付费才可以看的高小雪，出场费上万元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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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动静啊？是不是鸡呀？赵小黎，人气最高的美女画家。
你是在叫我吗？听着旋律，你能想到谁？有一认识这个美女吗？把名字打在评论区。一只爱画画宠粉博主，手里拿着蜜雪冰城，耳朵上戴着会员果汁，头顶上来只小白象，整挺好，就这样。你走过玉门关外七里山上飘的雪，也走过长城边上小小吹过来的风，山河边英雄遁入林间成一场雨，天地间地平线划过了。全能绘画，玄握名人。一位画家，这个画家不正经，出意图，他首先勾勒出一个美女，这飘逸的长发，小蒲扇，那上面画的这大山、太阳、小河，这都细节，我告诉你啊，拎个小狗啊，不是牵个小狗啊，然后大家现在就在脑海中想象一下美女那种婀娜多姿的那种感觉，哎呀我的妈啊，大概就这样。那么美女到这一部分也就是完成，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出狱部分完啊、非常简单，她从监狱里出来啊、已经被放出来了，以前犯错误啊、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啊、可以看出来出来以后很狼狈，扇子也没了，狗也丢了，那、大概吧，这样一幅简约而不简单的美女出狱图，你学会了吗？